夏天吧，这个这个是夏天吧？这边外面就是夏天。吃啥子？小龙虾条。压起来那个。看那儿是不是上锅的呀？不晓得。哎，忙不着。妹妹是来意。没得工，不看不知道，还能搁家园呢。嗯，那边是个油菜。油菜花的旁边是一条河沟。嗯。这边，开过去看一看。这是河沟，有人在钓鱼，我看。哎呦，才想用这条鱼啊，我看你。我看下去看。下去吗？直播。你不用下去，我看。车空调开着，直播手机罩不住了，要爆了。手机太烫了。还戴个眼镜嘞，我跟你说戴口罩哎。晒死人！你看外头，找新地方看。欢迎鱼的跟屁虫哥，你是小游客哥吗？哪个？哪个？也多不了笼子，都是放。有两个大笼子，俺就捡这边，老子把它怎么看到起？不是老子该捡的，工资蛮大。放不？放到还是给放那边去算了。往路打。
那边那边河谷宽，感觉还是要夏天那子多些，那边夏天人少些的。嗯。啊。哪个萌的样子？这个是丸子的，这个哪里萌的样子？这个萌嘛，你不知道，他刚才你把我笑死了。那是啥种？你还要湖南做肥料哎？这里养殖。这是摘的玉，这是玉米秸秆。欢迎尼泊尔家的满都哥。欢迎尼泊尔哥。手机好久好痛。没有精力去搞自己放那种，哪有精力还跑到野狗呢？拆了个笼子是不？大笼子还没敢收呢，结果日他妈那蛇怪不了别个把笼子晾那儿。我其实那个，妈的蛇，卡在笼子里。真的？啊，把笼子都给不要，笼子都给丢那儿了。真的？他应该是蛇是没？吃了噻。我连结束了三点。连到了三卷，才是没？才是。笼子都不要了。多鸡巴大的大笼子，也是大。多鸡巴大的笼子，累了谁哟？反正是喊王女也是。欢迎佳姐。装到的嘛，卡在笼子高头，松，但是红老虎是，像野鸡脖子。感谢佳姐，这边有野鸡脖子。有是吗？都是野鸡脖子。那号子车开那号子路都有事出来了，别去说。好吧。漂亮人。去放牧吧。放牧都放了噻。从这儿放进去。就在刚刚呢，在对面那半边放噻。嗯嗯，俺看过了。黑石基本上。啥子黑石基本？夸大啥子黑石基本嘛？那个河流可以吗？河流这种日嘛，一般都也是船停起的。有船了。嗯，黑都下了。往这儿，往这儿下。不是放那边吗？哎，走嘛，放那条河没放前头，我们之前放那条河。先看一下那里嘛。欢迎夕阳哥，我下去不？这边你我们找新地方。哎，补票来了，谢谢大哥，谢谢坚持哥，感谢我执行者哥，谢谢空白哥，感谢补票。啥子？车里。车不到回来穿啥鞋子噻？哎呦，我跟你说。啊？回来穿噻，穿到那。穿到这边。
过去看一下多不嘛那边。有蛇哦。那个还是到埃及那个老头儿扯的。走嘛。走。他老头儿扯的，不能嘛，那不会。老头儿那边。哪次啊？坚持狗哥，坚持哥拍到了吗？那个今天了，一个都没拍到，怎么了？老子有密码？啊？几个吗？啊？四大哥，有这边多。哪个不要啊？抽，把抽起走完。坚持哥一个都没拍到哥。你这个有点美啊啊什么今天这个云鸡皮欢迎问号哥鞋子都不穿这边肯定有今天中午出来去赶面我们好多不多嘛扣啥子不要去扣看弄嘛收拾收笼子在哪边放嘛我们要换个地方放我们又买了一些笼子要增加地方欢迎传奇哥要找新地方抓小龙虾这个大的他这个都大这边的有点大操他不是这边的有点大他们的东西他肯定放的大一些它这边肯定多些你知道吗你看那个虾田连着的这边在啊他们就是这边这边推这个我看笼子都是天天在收啊那笼子不是旧笼子新上
有可能是那个在那个厂里上班的，有可能是厂里上班的人，走，走，走，那个厂里上班的人有可能天天收，上班收，下班收。欢迎开心果儿哥。欢迎开心果哥。手机要吹一下。我妈说今天回去吃手擀面。哦。吹一下手机。手机太烫了。那个走红灯来走，你这个还不是直接这边吗？嗯，应该起码让他的身份找些利息给他扣完，因为他没设很多人好，我没设很多人嘛，那人行道上也开不了车呀。我第二啷个开不了，我出去的时候我走哎传几个是的，我过去不行，我们看的是人行道的红灯。你要开前的先装过来。现在走的不远了，还麻烦，多走后一迈去。快点出去。手机烫。手机吹一下手机。好五多绿绿和金的，水归元绿。全是做绿和金的，很青城个。很正面的。肯定的噻。这个上市有的做得好的，很泰绿、安安绿。顺桂园绿。人家这个做绿，你看好大呀，人家这个对不对？大厂一样啊。他这边是哪来的？是可以挖出驴来吗？是不？不知道，他是挺做驴，应该是有棚，我操，好多鱼吧！我操，车子去。是啥子问题？鱼吧。歪来歪去的滚，人家都是要磕脚儿磨在地下开呀那种，真的啊，嗯，是，一般不滚，滚到晚上都是三十人一桌，他离开的晚，在夕阳中心下，把卵子都给打爆，哎，摄像头上的是不是好狗嘛？还给它闪灯儿，看到没？嗯。我心眼儿估计我们找了，找出来了。这我手机在安徽这些 APP 全部打不开。不晓得呢。来吧，放吧。在那儿放。在这儿放。可惜了。就在那儿放黑去了。
你肚子那儿放一路放你走噻。欢迎狼哥，狼哥好。这个水不知道深不深喽。欢迎坚持哥。PK 打拍了吗？什么意思？表哥什么意思？欢迎思思姐。这边不知道水深不深喽，草帽带去还是？你也晓得带草帽了。那给我提着嘛，我来提，我来提，还要有医疗包吧，有没有放弃嘛？放弃噻。欢迎小野猪哥。你把它装嘛，我来放。有很多耳疗包，那个耳疗包要不不装那个？是废话，装那个，装那个哎，我来装不？一包，一个口袋装一包，一口装包的。只有四个人知道吗？是四包吗？欢迎二壮哥。我他妈连二层都吃包了，我装一箱，上次装一箱就没有。你看，你也跟他装嘛。我说我跟他装噻，拍卖结束了。我们要放加笼子了。那你找个纸拍杆，哪个纸拍杆噻？耶。其实我感觉这个我的时间不一样，放开，那个把液体拿走。来，放进来，走。我们的，我们走路上三十几万人的走。谁走不动？这个不好看嘛，这个作业不完了，真的。也是小的嘛。这是刚充好。这儿不是好热，还凉快，吹风是吗？你说什么？我说这儿感觉不是好热，还凉快。它不是这个季节的时候，怎么可能呢？这个现在都是春天，都没有到夏天呢。我的意思说，没心肝儿的。我不是说哪个夏天。是的，是的。直接甩在里面还是？套在里头。套在里面是吧？套在中间。给我嘛，我来套。教你们套。好了，我就要去放了。我们姑娘啊，入点来，那儿入点那个龙门山，一般龙套到的那个杠杆高头行吗？套的丝绳那高头都可以，随便哪儿都得说上。好的，套起，让那笼子两头也把套好，后头把系好。有锁锁呀？不需要锁，有那个锁，有它那高头锁就够了。他们从窗外套高头行了。车都出来车呀，卡憋到这个。套在哪个高头了？套在往上的线上去就行了。都是。
行了，我再看看。那边不知道深不深哦。下午又要下地龙嘛？这会儿下。来。什么东西？里面浅一些。我直接把它这样绕，它会散吗？我得散了。你看这个都有点松了。嗯，好用吗？走路去干啥？烧到了，你走。谢谢幺七三哥送的棒棒糖，爱不玩的哥。张总，谢谢张总。孩子了，狗蛋哟，应该十个。我这边五个，好了几个。放在哪儿呢？
只有八个袋子啊？只给了八个袋子啊？你看，耳机十个呀？十个啊？啊，十个，他耳机十个没包吗？只有袋子几个？还有十个是对的，还有几个笼子？五个笼子啊？还有十个是对的噻，那些都帮了的噻。嗯，都对的嘛。啊，十个。嗯，两个只有那几个笼子？这是买了十个笼子啊？我帮你才用的网子，现在发错了。哪个帮手？这边怎么办？对，还帮你那个书包包要落。啥子？那你帮那个帮起来，还有一个帮起。这个怎么办？人两个手拿出来，抽出来帮着是，还有两个手在。那个圈圈儿可不要放。一根说说噻。两个男的嘞，圈圈都把它露出来。两根拿出来一绕就行了，是吧？嗯。那儿绑，那儿反正要绑紧，因为把那个绑绑包。四个都行。对哦，这边打结是不？哪个都不说，跟哪个都打的死。多了两个诱饵啊，是不？嗯。他那个买套。不多，刚好是。欢迎菜菜姐。尾巴上是放中间。这是抓鱼的还是虾的？虾的，抓小龙虾的，鱼也能进去。如果抓黑鱼要放瓶子，要不然要死。嗯。那边有泡沫，要不要捡点放在里面？有黑鱼都死掉了，是不是？没有鱼。拿个啥子来装一下？把那个一个东西装不？都在那里。就是刚好剩，他不是给他送的几个鱼了？因为有的油不晓得在哪个油嘛。但是你解开。对的。把前面的袜子脱下来套起来。不用。是的，我没穿袜子。第一次走嘛，走从第一次再走。去放，在这我们又买了一些新的笼子，然后又放，找地方放，正好别人的笼子撤了，我们可以放，是吗？
我加一些嘛，加得起不？妈能死了！妈，你看没打死。是不是要不能悬空？你那个绑在棍子上是悬空的，它是不是没挨着土，它爬不上去？欢迎我山下哥，哥中午好，山下哥。哎，我终于晓得为啥子凉得，我把衣裳脱在捡起，我是不是？今天那个啷个热乎乎的哥？欢迎随缘哥。不要叔叔在走，丢了噻。其实我们不要出去就行，丢了噻。万一要用，这个是干嘛的？布笼。布笼子收好噻。麻袋扔掉。地上还有一包，不是，我想给你嘞。给我的啊。往那边走。穿个丛林噻。黑鱼啊，黑鱼啊，有黑鱼。放对面还是放那边？我感觉放对面好久嘛。这边放一个，哎呀，我操，边上那个鱼板。虾子，那虾子有能带上吗？放一个噻。那边多要叫啥子？有点深了，看样子。欢迎等等等哥。不是我有生病，那是包房吗？我说全是他包房。你妈妈你。哈哈哈哈哈！那刚第五是吧？哎，低的还低的很，差一点把这弹下去了。走，那边去，对面去嘛，对面平摊些。那个人家就是说让你摸到对面去。他是叫我摸到田那边去放，他说的是。别这边没放，我也没射。嗯。欢迎坚持哥。对。老头儿手肘的菜。我帮你买，他是嘛？他中午只有六个龙针，你看谁啊？他六个龙针是什么的？那他收了不止六个龙针走，在那儿放一个可以，放一个。哎，鸭哥，你就死噻那个东西。来嘛来嘛来嘛，放一个嘛。那个地方没人踩，反正。
你谐音哥，一横着拉行吗？横着拉一个，他小龙虾在土边上，他横着拉是不是进的多些？操的，在操龙。看个炉好噻，我给你找一个。你把刀给能给我不？它会缩起来，你看到没有？没说起来哟、哦。哎，欧比哥，这个是个笼子嘛，这儿是个笼子不？手机走的。手机走的。嗯。为啥不当时呢？哦。啊，来了。新的吧，旧的。对面好像有个杆杆，哪个位置要走过去应该有，对吧？走不过去可能。水有点深，对面个杆杆。什么嘛？我是拿中间去放一个。没有嘛，不是从外头那儿起，怎么都是红的。你用那个竹子弹射过去噻，啪的一下弹过去。那儿请来是六一码一个，拐弯那个地方是吧？钥匙放我身上，放这一掉下去把钥匙打出来。你没有滚过门？水是滚到河头去的。好几桶桶的还滚过水里的，这个水应该不深了。
草的都不是，没长草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应该有。放嘛，在哪儿放哎？知道放嘛，一起放，放到快点噻。两个人一起放噻。啊？还放不来哟。那个嘛，我放不好。哎，怕我放不好，拿起。捞下来嘛，都是那套放。放那套哟。那套都可以放进去，捞起来一套。那套轻。那边呢？那老头把手机都玩在那边不放啊？对面。啊，你在外面了？啊。去那边放些啥子？总共是只有四个。捞下来噻。十一个。十一个。野鸢巢盖起来，莫让别个看到了。那个蓝色的看得到。觉得有人偷吗？全部捞起来噻！里面肯定不是放粮食。鸡蛋放到哪儿的？这个地方一直是鱼吗？还是什么东西？兄弟们，这个地方我怎么看到好多小鱼在翻呢？是不是我看错了？我的妈耶！我操！鸭哥，我眼睛花了吗？这个地方这是什么情况呀？这个地方是我刚刚我老远就看到鱼，这是啥情况呀？这是鱼吗？这是鱼还是啥玩意儿啊？怎么这么多呀？我操，鱼在弄水，在游上水好像。我要喊狗狗来捉。我去，起嘛，喊狗鱼，我操，好多鱼啊！我操，怎么这么多鱼？我操，密麻麻的，好黑人哦。是鱼哈。
没看错，这全是鲫鱼，好像它在上水这个地方应该鱼多。欢迎南哥，我喊狗狗来。我操，捞来油炸。用手捉来的活不？狗子，哼，你过来来不？我操，那边有一个狗狗在流水。我操，那个鲫鱼啊，嘿，起油啊，好几把刀，鲫鱼都在那流水那个地方，几百个吧，小的。马上麻将。我让狗狗它穿了水裤。欢迎这是一个，我们去看嘛，流水的那个地方好多鱼。这个鱼不知道是在喝水还是干嘛，一直在游，就在这儿。你看，这个鱼是被冲出来了，还是被水冲出来了，还是怎么回事？是上，这个鱼是下游的还是上游的？现在这样。好像一直被冲下来，他一直想象冲冲冲，然后这鱼一直被冲下来。你离的，狗狗把笼子放了就来捉。狗狗，这边也有，这边可以放。啊？这边可以放。可以放在我这边。这边这种草小龙虾喜欢。你那种秸秆不太好，否极泰来哥。
放这。这儿有个，有一个，在这儿边上，放这边嘛，中间，中间放一个，欢迎雪儿姐。再放，我们买了新的笼子，我们再放笼子。要不要去抓鱼？啊，能看到吗？鱼，鱼，就那个，你看那个水边那个鱼一直这样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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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应该是，应该那个地方流水，然后都。欢迎星辰哥，他骑摩托车去哪儿啊？没有啊。这儿有一个。